好，那画面上看到就是已经上传成功了，但文字还没做整理。从上面上是热情导演在写啊，热情一二三四五六，是六首是秋水伊人、怪兽、五月造京城、别离时刻、朋友别哭、热情导演一二三四五。好，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七首，主旋律七首。哦，天地作合，实在太棒！宋祖英了，这是陆版的《笑傲江湖》，是由许晴、李亚鹏版的，最早的中国大陆开始拍，开拍金庸武侠剧的连续剧啊，是这个元老级的是。那我记得这首歌，我现在两个都有翻，包括曲末跟曲片首曲跟片末曲，那就是片末曲吧，就是。天地作不懂也，它里面很文言的色彩非常重，我说天地作用怎么翻 ？Peace of this land, peace of this land， 这还有点无杂，他们写字那么多哦。Peace of 这个地的和平啊，是这个天下的和平。茫茫苍苍兮，群山巍峨。日月光照兮，风云错落。哒啦啦 ，Peace of this land. I'm not shouldered any lofty mountains. I'm no dimmed than any shining stars. Music I'm playing made the flowing current crying and uttering, and murmuring were those staggering past.While army reduction was carried. There's always a bosom friend, more than anyone else, her own man, she knows well. One once had fought for peace of this land. He won his own beloved lady in the end.安宁的是三月四号，那现在是三月十四号，今天十天前第一波在二月十九号，2019年。好 ，OK。那他歌咏的是山川嘛，是不是？那我请问一下，我用这个角度来试探一下啊，那山川什么意思呢？你崇拜个伟人，你歌颂他，歌咏他。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讲这个的时候，你对那个伟人有概念吗？是原先什么概念？还是说你看到他歌咏那个伟人的时候，你对他还有伟人跟你三个人之间有什么样对的？我会有什么样的对话？歌咏，然后你在旁听而已吗？你在旁边听而已吗？歌咏山川呐、啊，中文歌咏山川呐、啊，什么意思啊？山是非常宏伟的，就是这个宇宙啊，是。不是会非常雄浑的是吧，是令人畏惧的，值得效法的。我们在他庇护之下在歌咏他的伟大，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一转看我怎么表现。这边是武侠小说，诶，武侠小说的元素是什么，请问一下。我们不讲太远，现阶段或早期一点的经典 ,OK 吧，像金庸的小说，他每一个都在彰显一个英雄的角色，那个英雄就好像中国人所谓的君子啊，君子是文人所标榜的一个图像。那请问一下，武者呢？武者有君子，武者类似君子再来，他在武功上面造诣特别高，那什么意思？他的力量不得了，像核子弹爆炸一样，有没有看到就是乾坤大挪移很多吧，太多了，或者降龙十八掌，那一打出来就是呼天唤地的，是不是？就震泽的，力扫千军那种东西，就像是他有这个能耐，让山川在他的掌心游走，到了这种程度了，惊天地泣鬼神。为什么说惊天地泣鬼神？文人不讲惊天地泣鬼神呢、啊，武者就讲了，为什么能惊天地？他。幻化出来，他用武功展现出来。那武功怎么来的？他修来的，就好像文人在修品德一样，他是修武功。哎，武功是无肉体的，是有形象的。文人是抽象的，
是吧？好， I'm not shorter than any lofty mountains. I'm no dim than any shining star. 我不会比任何一个山峦，我的高度可以比过任何山峦，我的亮度可以比过任何闪烁的星繁星。我正在弹奏的音乐使得一个流动之河高歌并低吟，而低吟的是那些快速逝去的国王。正当我举起大刀宣扬迷兵之意的当下，是不是 Army Reduction 迷兵？什么叫迷兵？就是武器减半嘛，武器减备，军事的联盟嘛。那大家也在这个共同架构之下，不要再增加武器了，就降低武器五倍啊。这样的也许吧，会达到和平嘛，至少冲突起来不那么激烈，到底你死我活，是吧 ？Army Reduction was carried， 就是联合会在 Bundeswehr 总有一个先父，总有一位支教，他比任何人。他对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是他的人。More than anyone else, her own man, she knows where. 这地方我做了很多位置的转换了，是吧？他曾经为这片地啊，这个大地啊，奋战过。努力过，是吧？争取，是吧？那呢，他到最后呢，当然赢得了那个他心所属意的女子啊，是不是 ？OK， 这样子 ，He won his own beloved lady in the end, and any 很多对 and land won on in the end 对 any， 你看他说的很多 any 这。One was hard fought， 但是 fight 用 fight hard 就来了， fight hard 这样韵母不对啊，而且感觉起来不够铿锵有力。我就 hard 放前面就 OK 吧，它基本上修饰 fought。One was hard fought for peace of this land， he won his own beloved lady in the end。是这韵，这结韵有顾到了。好，这是2月19号。天地作合 ，peace of this land， 过去。现在时间点是2019年3月14号周四，再过55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正午时间了。现在是早上11:06，正午时间是宋安在板桥辅助站发生。